有机姜粉敷眼，把眼睛围开，姜粉直接从眼角这样塞进去。患者已经治好非常多了，也有青光眼的，也有飞蚊症的，也有干眼症，甚至有眼睛堵塞的，林林种种的案例多到不可胜数。姜粉从眼睛塞下去，虽然比姜汤还要刺激，但效果特别的好。一，准备有机姜粉，细度要180目。二，先闭眼，撑开内眼角处的眼皮，敷上少许姜粉，会有刺痛炽热感15分钟。三，可在眼眶四周按摩。四，要等眼睛完全湿润，泪水或鼻水流出后，约15至25分钟，眼睛会自动张眼，姜粉会自然融化消失，不要强行睁开。若眼睛太干或太快睁眼，易留下小块姜粉。五，期间若有其他症状出现，可按推相对应之原始痛点。那个量只要你看我用手一沾，就这样一点点，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眼角，它会借着你的泪液要流出来，所以它会滋润，它会把这个全部都融化掉了。也就是说你的眼睛是没有姜粉的，那个泪液流出来以后，它就在你的眼球就整个都融化掉。当你眼睛可以睁开，因为你还有粉的时候是睁不开的，当你睁开的时候，一定是你的泪液也流完了，有的人甚至会流一点鼻涕，就这样很简单，做了就知道了。他闭起来，然后我就把他的眼睛睁开，那我就把这个塞到这前面来，放进去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你放松你的，你闭太紧，好，放松哦，好。来，那这时候就帮他把这些患处的地方稍微按一下。老师就在那个框框的下眼是吗？对，框框的下眼，不要上眼，这样刺激会更大。哦，对，会有。这个内框眼，这样按舒服吗？嗯。好，就是这样。